我自己啊。你做个人走动走给妈妈说两声两妈妈啊，数学啊保证会得一百分，你才给妈妈强调了一百遍，得了一百分了没有吧？没。那是考试卷儿，才数六了。得了多少分？数学得了九十五，语文得了九十五点五。哟，还有这第二五呢，这什么意思？对，今儿还有第二五了，数学九十五。一百以内个以上是九的数有几个？这不知道啊？不就九个呀？啊，是不是？几个？是。几个我也不知道。个以上是九也算呀？哎，九个应该是九个。九个，他说就该对的了，他算了就是九个。九十九，二九三九四九五九六九七九八九九，十个十个。我喊应该是十个，九也算。九也算？嗯，十个。知道了没有？你算错了，你就太粗心了，是太骄傲了。我不是说给考试以后做完了还有时间的情况下，不如抓了重新加重一遍。这是不能讲。举猪吧，不是万人说应该如此，他写的举万，猪给万分不清啊。啊，错了，太差了。不是错了，太差了，太不细心了。去吧，不如错题全部改了，改对他以后，他就又要想要看人。是呀。最喜欢给你来给你送来，今天要他在咱要吃饭了。一会儿妈妈发了一道泡面，给侬蒸，豆沫、糖沫、白沫、紫薯沫。妈妈，这一天我觉得，这该解一就或者虽然就活着它了。这则寓言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？对，温和友善永远强过激烈狂暴。这一会儿适合说给爸爸听。你别说呀，这说一次呀，俺都不懂。今儿要永远友善温和。强过那激烈狂暴，激烈狂暴那人就不好，知不知道？激烈狂暴有什么？狂躁。就狂躁了啥？就跟爸爸平常跟你说话，真吃饭吗？笑死我了！多么劲都跟不上俩的，唠叨吧。跟爸爸平常就跟你上去咱吃饭呀，你有了会儿忍住爸爸了，爸爸低就帮低起来了，那就是狂暴，知不知道？哎呀！终极杰克。那这个不是终极三轮飞？来，开着队啊！又整这东西出来，来吧。俺没有跟你。孔融让梨的故事，我想是一个谁会啊？俺会，俺听过。人家下来着了。应该做个人不行。让人家下来着了。让客人来。人家吃饺子那样的。把抖音都应该让我了。对。是不是都应该下来让我了？自己说该做个人。妈妈把钱都吃了。吃吧吃吧。给俺吃吧，我想吃。给他。我不吃，我不吃，好，我吃药。跳一下子就。吃小的。啊，吃完了，领导直接说小朋友就说了，我咋又给你整过啊？中。一人吃五个，不然吃多了吃成些啥了？呀，各位也最吃过，来回。妈妈给我买的新鞋子，她发明呢。这也是我妈妈给我买的。你都溜了就干40天了，不信？你咋呢？咋这？我今天给子兄炒多高呀？你炒八个头哎！你给你桶子的？我给你妈一桶炸了。我选。这也发了。都发了没？发4个4个块呀！下阵多么嘛，都在吃多么。下阵多么给。汤姆，走。没吓到。走。二号，快跑！哟，都忘了呀。哼。走吧，走。去好好听他说呢。这锅里面蒸的都是紫薯好久，不是红糖给豆沫，
咋一直在整三棍儿，两棍儿不中。咋应该划拉就整没过了，就整没过，咱们最起码买三次人。三十那都比着刀了，这弄会整么就整不了准。嗯。等八个小时就输了啊。那县城哪人呢？那县城的那虫子输了。那人虫子输了。准儿，你以为准儿输的嘞？准儿胜的。那再听八个小时。准儿好吃的，准比我好吃。县城有桌，县城有桌，听我说，看这都没给谈过，懂了？还有那紫薯嘞，桌里面也有紫薯。吃饱了，子兄。嗯。妈今儿吃饭，一会儿还有好饭都在喝不了。对，还再给他炒一下菜呢。汤圆淋的，非得在这吃来的。我知道住了，我去吃饱了，吃了没吃饱了？你又整好子兄我了，就整子兄我。不吃呀。不吃呀，吃饱了啊，吃多了。吃娘吃的快了。